谢谢老经理。总经理韩国瑜最后一次巡查北农公司，他鼓励员工读书，创办读书心得比赛，还发奖金，但这样的画面以后再也看不到。你们俩都还没结婚呢。开玩笑啊！
小我积淀非常优秀。来，记得每一个员工的情况，带人又带心，员工也替他加油打气。韩国瑜请辞北农总经理，还写亲笔信，里头写着谢谢与各位共同面对污蔑抹黑的文工五贺长达9个月，那一份坚韧无畏的精神令我感佩不已。请辞消息曝光后，不断接到同仁慰留，为了大局我选择退让，抱歉无法再与各位携手打拼。议会的有计划的这个批判跟质询都是针对我个人，既然是因我存在这家公司纷扰不断，也会因为我离开纷扰会停止。韩国瑜之后还要挑战国民党主席，目前蓝营公布据投票权的党员有444078人，下阶段联署门槛要过党员数3%，大约要13322人。联署我们大概有700多个人在跑，海外的很多这个党员也都寄联署书给我，所以我们觉得非常的振奋。我们目标冲了2万。韩国瑜北农公司毕业典礼，虽然员工们礼情依依，但他有信心做好准备，迎接下一个挑战。记者杨奇浩、周世平台北报道。